它封面的前缘已经逐渐在接近了，所以在北部地区啊，甚至到东北部地区这一带，已经开始有一些下雨的现象出现了。那预计在今天的话，各地都有下短暂雨或者是阵雨的机会。到了晚上之后，封面通过逐渐通过之后，降雨就有可能逐渐的缓和下来。是礼拜四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呢，各地天气来讲啊，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情况啊。今天封面通过，各地水汽增加，其中西半部和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雨势。不过晚上封面远离，雨势就会趋缓，气温略微下降，早晚有凉意。明天开始到周日，天气大致稳定，中南部温暖高温，要到下周一封面接近后才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。